的蕊，清香是纯情红玫瑰，青春花丛，我爱你几世纪。将阮的心肝交你，接受你全部真意。爸，你坦白讲啦，是毋是真正像阿伯所讲安尼，阿婆也是你共藏起来？你到底谁的祖囝啊？人咧讲手脚无骨力无骨出来，奇怪，你替外人讲话，你是安那哩？我唔是外人呢，咱曾经做过六十几年的老厝边呢，咱两个会用的讲是六十几年的老兄弟呢。啊，我就是因为想讲，你的人就是这么热心，啊，就是搁这么家薄，所以唔才会甲你问讲，你到底是有家宝藏起来无？家仔，你搞提钱。咱两个有几家子的感情伫个，好啦，既然你爱我坦白讲，我只好坦白讲，唔是。好，啊那安尼，我阁问你，你声声句句讲你关心到阿霞的两妈孙啊，啊而且阁遐尼疼阿霞的两妈孙啊，你到底对因是毋是真心的？我当然嘛是真心的，问题我真心换你种绝情，你敢怀疑啊？既然敢若是真心的，即要咱水底了庄所有只个乡亲，大家每天每暝拢总是一世界拍好抓擦伫咧找阿婆哦。我看你拢无咧紧张呢，而且碰风拄只佫甲我讲，伊讲你阴暗地哈哈的了后，就走入房间休困啦。哎呦，新顺兄，你误会错不了你啥个啦？啊，找不了恁上哦，就是下晡出去找啦。你都唔知影诶，找不了安尼规箱孤单孤哦，才转来呢。天阿伯，有影啦。阮爸下晡出去找阿婆哦，找甲真忝，所以才规暝拢上伫房间诶啦。有听无啦？啊，无加在我领证，我有这个财产证明，啊，无当场咧白白报到，互你认到我你是。好啦，既然甲你有英弟啊，甲碰风直接替你作证哦，安尼可能是我误会你啊啦。我唔对啊，我给你回信咧。是你妈生的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！是安怎啊？我若早知倒笨手，啊，不是要来找我冤哦？我应该是用死叫阿狗啊，甲规只个人苦苦的在那地堵啊！啊，我是吵个囝，啊，我就稳他了，我气死人。这下了罪啊！米奇，米奇啊！哦，米奇，我讲这尼啊多，你哪会拢听袂入去啦？你开嘴合嘴，就是爱我倒去厝呢，听恁有够神的。劝你倒去，是无希望你教恁厝的人拍歹感情，是为着你好，毋是咧害你的。我倒去厝，你足无自由的呢。逐工啊，听阮爸甲阮妈在遐细细念，袂顺咱无影传脑的，我才袂。米奇哦，拜托你的啦，听我的话。志良，你妈那油头甲面啊！我知影你是惊人误会，讲是你搞诱拐我，才离家出走。既然知影，你就听我的话，回去厝里啊。好啦，你给我考虑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考虑的安怎？等下我带你回去好无？过阵才好讲啊！我即马还阁无想要回去。米奇，莫甲我逼啦！我家己知影要安怎做啦。阿春啊，天煞啊，多谢恁哦，安尼对阮阿婆的代志安尼才关心着。唔免说多谢啦。上要紧的，就是赶紧找到恁阿婆啊，较要紧。啊，是讲阿婆因老母是毋是透早搁出去找阿婆啊？有
新妇哦，昨安尼甲我乌乌叫，啊昨暗哦，搁走出去找阿婆啊，找到天光才转来，即马伫房间内咧困嘛。啊，伊昨甲你乌乌叫，啊是怎安怎啦？伊就一直认定讲吼，阿婆是我家藏起来啦。讲到恁这新妇的个性嘛，真烦。啊！你是一个老伙仔人，行动阁无方便，哪有可能去甲一个囡仔藏起来？伊就认定讲吼，我伫咧水底了，啊，亲戚朋友遮尼多，啊，所以哦，伊就想讲吼，阿婆是互遐亲戚朋友去藏起来的啦。啊，那以阿婆因老母的心态来看起来吼，包括你、粗皮阿姐，甲所有咱水底了熟悉阿哈伊的人哦，拢互伊嫌伊惨累啊。天上，你是我的儿，你甜对恁爸这么久啊，你嘛了解恁老爸的个性，我绝对无可能去将阿母藏起来啦哦。爸，我做你的儿做遐尼久呢，你的个性我知影啦，你不可能戆家伙将阿母藏起来啦。也毋过，即个阿母的老母已经伫甲我嫌弃啊啦，我是要安那抽卡？这都无法度啊，谁叫咱是做得了人，还佫熟悉阿爷啊？你免狡辩话骨啦啦。上届嫌弃的人就是你啦，你也知影哦，你是阿婆啊，因老爸村乡的换贴兼死忠的呢，你上有可能去用嫌弃讲，你会甲阿婆藏起来？我徛了直，行了正，我唔惊人甲我嫌弃啊！阿村啊，歹势啦，啊为着阮阿婆啊代志，俺互恁两伯仔囝伫遮咧烧钱。阿姨啊！啊，阮爸毋是嫌我咧烧钱啦，伊是咧烦恼讲吼，阿婆若无紧找伊转来，伊伫好好功课，会对人袂对啦，吼爸。嘿啦。我毋知恁水底了的人，心肝哪会遮凶？别人的后生无伊啊，你无烦恼讲有性命危险无？等到咧讲看伊功课对人袂对？哎，嘉玲啊，我问你俩，我都无用啦。啊哈，哦，恁这个新妇的个性足怪呢。我看自从恁后生春娘啊过身了了后吼，你的日子都真歹过吼。讲到我这新妇的个性吼，伊若爱人好吼，啊，就讲人好啦；伊若爱人歹哦，就拢无爱插人。是啦，我替阮新妇甲你回信你啦。阿姨啊，你放心啦，我袂因为吼，予阿伯的老母甲我吓一下吼，我就放弃找阿伯啦。水底了的人，大家哪会拢这甘心啦？啊，像粗皮啊啦，昨暗哦，伊安尼行动这无方便，啊，乖安尼吐一下吐一下，伊嘛安尼来关心阮阿伯的代志。粗皮啊，张暗！你确定要叫我带你去找小姐因，甲因解释你无欺骗美琪的感情？你安尼做我是真赞成啊，要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哦。我要做什么准备？美琪的爸母对你有足深的偏见，我今日去找因解释，伊唔若听袂落，佫会甲你赶出去。所以等下你来去找因。不管因对你什么态度，伊也是跟你讲啥，你拢莫应出应进。我知啦，我会听你的话。喂，有人过哦？我这上是你哦、喔？你嘛我正常个啦，都全屏东县市哦，我当然嘛捌我对无？啊是讲你捌我，啊我敢捌你？我这上，迄天你伫路中央，我徛好多摆。你差一点仔，让我弄着，你袂记哩？我咧弄着，干么？天啊！让你赢，你赢袂中啥？我要淘汰你啊！吴志尚，是你家己定伫个路中诶，我甲你弄着是你好运哦。你一个人莫出来跑跑走啊，安尼都危险呢。哎呦，啊着你哦！哦吼吼吼吼吼吼！坐啦。爸，我甲你介绍啦，伊叫陈志良，是美琪的男朋友。
我免去男朋友，俺就家己的啊。免去男朋友，你要死啊！你要死啊！站，哎，你别人唔管，你管我到底做件事啦，我。哎呀，好啊，咱莫安尼起卡动手啦。志龙今仔是专人来拜托我，叫我出来去找西佳音，伊要甲因解释，讲伊无诱拐美琪。啊？黄先生，美琪的日头出走，这拢是误会，我并无叫伊安尼做。我插你啊！你是人男朋友，这但是甲你有关系啦。哎呀，你既然你是伊男朋友，你若真心有咧对待人的时候，你无甲苛刻，叫伊讲，啊，你日头出走是唔对，啊，你是大人足烦恼足伤心的啊。我有叫美琪回去，要唔过。你就是不肯啊！哎，这米奇就创唔到，那无差啊！虽然这么疼伊惜伊，啊，竟然啊想着伊个儿子出走，啊，就是想无咧心啊，有影。好啦，爸，我即马带志荣来，啊，恭喜你小兄一个哦。阿斌无伫咧，阿伦讲伊无爽快，就留在咧休困。哎，我咧讲哦，你要带这个家长起正情咯，你先甲恁先生联络一下，你甲讲一下，见着面就好好讲。啊，莫卡袂着你要起家动手啊！我知，我会叫伊莫像你安尼。哎，奇怪，即卖左英啊，我逐工在想啥？你甲出走，敢毋较快乐？是不是这男朋友都无像歹人呢？哎，讲我咧路中啊，有位是甲我塞个边啊，互我莫危险，啊，看起来真善良啊。啊，你嘛唔对啊！啊，既然是安尼，阿叔是啊，共一句话讲啊，无一块好。哼！小梅子讲，小梅子讲，小梅子讲，你要死啊！你死啊！啊，你当然啊，无风看到啊，啊，唔着害啊！哎呦，小梅子讲，你放心啦，我拄仔伫咧楼梯头，吼，弄我咧注意看哦，啊看啊，啊看到最后，全部的人拢下班了，剩你一个啦。安尼就对啊啦，爱较顺利啊，做啥代志哦？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，哦，知影吼？嗯，我要食肉粽。啊，你肉粽摕起手，你共你白白食食着我，敢无我共你饲药嘞？哈，肉粽是恁当的呢。啊，你替我找阿叔，安尼才会用吃。这代志哦，你叫伊拢处理着我，免用到我啦。啊，恁是咧困？真可惜啊！轮叫伊顾因啦，顾家咧困啊，好好好，真正陪你上啊！姐啊，姐啊，哎呀，哎呀，胖吉啊，胖吉啊 ！Hello。啊，你是安怎啦？无代无志，走落楼跤，阿兄看到是要安怎？啊，你去甲我讲，叫你顾一下因啦，顾到来困去哦，因啊走落来，你搁唔知影？哎，你啊知影，你向我撞落来，阿爸因就大拢滴，啊，但是咪就病啊！姐啊，是的啦，啊，我着即几工哦，为着要顾阿宝。啊，过了有较忝嘛，啊，唔只也伫遐摕一两下困呢，以后我唔敢啦。啊，过以后就就就就，我要食肉粽。有听诶，无恁阿公要食肉粽，摕揣揣咧。好啦，我知啦。哎，你你你你，啊，你叫要揣哦，我平平时就讲哦，加揣几粒我也要食。你还未开市，我就知影你要讲啥。你等下开工，较早知影要食肉粽，搁兼啉米粉个，你敢知我听你倒？听你的头啦！啊，搁一项你无讲哦，道理都唔爱吃啦，你讲一个。你唔要踮遐假故意啦！你叫是讲你偷懒嘞，敢那是在忏悔，阮就会原谅你哦。阿母，为虾米我拄仔讲的话你拢唔相信？你叫阮是安怎相信你？阮美琪今仔离家出走，完全拢是因为你呢，伊才安尼做啦。啊，你即马走来遮，讲甲你拢无关系，这种话你叫阮是要哪听会落去啊？在即马，拄才志荣去公司找我的时阵，有甲美琪的心态讲互我听啦。确实是美琪伊家己无想要转来，志荣并无甲主动。那不是志荣主动伊转来，那恁是安怎伊唔亲自带伊转来？电脑走去找你，拜托你，叫你带伊转来。啊，伊家己唔敢来，啊，伊安尼做是啥物意思啊？伊就听恁妈，唔只会拜托我带伊来。迄就表示伊心内有鬼啦，伊才唔敢单独救阮两个啦。我甲你讲哦，我今仔日唯一的要求就是爱阮查某囝转来尔，啊，若剩的免讲，迄拢废话。
阿伯啊，我有叫米奇回来，莫让你是大人烦恼。也不过，你就是不肯啊。刘先生，啊，我之前哦，毛在路拄到米奇，啊，毛甲伊开讲，米奇今嘛无想要回来，是因为伊对你有淡薄仔无谅解啦。对我无谅解，啊，无我就做唔到啥啦，啊。啊，你着讲你赶伊赶受了。嗯，啊，做事大管事细。这本来就足正常的代志啊！阮美琴哪会用个因为因老爸管伊收严，伊就无想要转啊！讲来讲去吼，拢是因为你啦！我跟你讲哦，我一个查某囡仔呢，捏啊捏，自细汉饲到这大汉哦，啊，竟然叫一个识识无几工的查甫囡仔怪去，啊，佫反头转来讲对老爸无谅解，你若是我呢，你甚物感想啊？啊，阿伯啊，我无甲伊有怪啦。你若无甲怪，伊好好厝唔大，啊补一班也唔去读，啊规工踮口乱乱嗦，敢那流浪狗，敢那孤儿的，伊安尼敢就较好命？我是咪是家己要安尼做，我嘛无强迫伊。我无讲你甲强迫，我讲你甲怪。人阮美琪即嘛是你准备联考，准备要考大学呢。啊你呢哈？册也唔读啦，事也唔做啦，规工踮口乱乱嗦啦，敢那踮在咧佚佗啦。啊，阮美琪免讲嘛，心酸。想讲看是毋是跟在你身躯边，安尼日子较好过无？我是无咧读册，摸唔着。也毋过，阮爸有开一个咖啡店，互我顾。有闲的时阵，我嘛是爱回去斗相共啊。你迄间店吼，我已经探听过啊啦。内底吼有员工有店长，啊，搭你有去啊无去吼也无差啦。你嘛是规工营营店啊佚佗。人讲我安尼是好命。好命！啊，你家己好命，你著予阮查某囝踮遐咧受苦。自从我受三米奇到阵嘛，我毋嘛予伊食过苦啊。我，哦，你啊，我会喘我。恁遮少年咧，就是拢安尼啦，拢共款啦，想好命啦，毋知影世间酸甘苦甜啦，再无了解阮这老伙仔到底是咧想啥啦。哦，那是这啊，我生气啊啦。志良，伊嘛是足有心的啊，专工走来厝的，甲恁解说，莫甲骂啦。我感觉即摆上重要的，就是爱想办法，甲美琪心肝头的结透开，安尼毋才会转来。若是要将这结透好开吼，就是莫让伊甲阮美琪来往啦。是真啊，啊美琪就是因为恁阻挡伊甲志良交往，伊毋才会离家出走。啊！你即马安尼做，毋是甲代志愈变愈害。一蕊清芳是纯情红玫瑰，青春花丛，我爱你几世纪。将阮的心肝交你，接受你全部。